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来记录这一张麻将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是新台币200元，然后尾数是70号，它的头奖奖金有200万元哦，有超过16万个1000元含以上的奖项。那为什么说记录呢？因为这张啊已经刮完了啦，刚刚在买大乐透的时候直接买了，直接刮，直接把它刮完了，然后呢还是拿回来做记录一下，以后给大家做参考。尾数70号的麻将刮刮乐游戏说明在这边，刮看您的麻将区共有14个号码，第一局到第12局游戏中，若任意局麻将全数出现在您的号码区中，即得该局奖金。然后如果然后上面有橘色的这边来可以做刮膜，可以把它刮开做记号，然后如果有刮出中发白就得奖金1000元。然后呢这个都已经把它刮完了，然后最后的记录呢是什么呢？一开始什么刮到了中啊，刮到8万，刮到南啊，刮到了5条，刮到了7万啊，刮完了。然后呢这一张杠估啦，这一张尾数70号的，在现场挑了好久，买大乐透买威力彩的时候顺便买的，刮完了，它的代码是 RTI 还是 ITR 还是 TIR 随便啦，反正这一张就是杠估啦，所以呢就拿回来做记录一下。这一张最后来做个总结，这一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麻将刮刮乐尾数70号宣告杠估，做了200块钱的公益。好，那就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再见咯，拜拜。